什么咒事是不是朕呢？张嘴！问题是咒事在哪呢？妈的！那现在他在这下边还能弄哪儿？你有没有反应？你拉一拉他，他有没有给你动力？没有啊！啊？没有就给命拉呗，怎么办？我估计他可能是什么呀？如果我觉得刚才因为你开船的时候那个动力太大了，对他来说那个劲儿太猛了。不是，没那个绳子没拉紧。如果他，所以他可能松手了，因为他你我操，那有一巨大的。如果他不想你什么的话，他会瞪你一下是吗？他有没有给你回信号？这你妈真的在店里在后边哎。看见气泡没有？不是，可能是海豹咬的，我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蹬吧，蹬吧，一直蹬吧，蹬上来了。我现在都看不见那个，看那个气泡。哎，好像这是附近，这附近感觉有气泡，底下。不会，你这绳子向那边斜的。现在多深的水？现在？它可能围在那儿十米。你看，他们在那儿。就是海豹那个地方，应该是。海豹在围着它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它不还咬了吗？哪儿呢？上来上来，我操！海豹从中上来上来上来，赶紧拍一个，赶紧给他拍呗！哇，山，我拽他，我拽他！海豹护航啊！我操！我真他妈跟人养一样，还跟海豹叫喊！我操！就是扛住了啊！这他妈勇士，我靠！看热闹的算一算了啊！看热闹的算一算了。我算，我去！吓坏了，我就赶紧上来了。是吧？鱼快到了，三米左右，抓住阿哥虎。看到刚才你看见没有？